一个庙堂权争与刀剑交错的时代，一个暗潮涌动、粉墨登场的江湖。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长篇玄幻小说《雪中汉刀行》，作者烽火戏诸侯，由大斌为您播讲。纵横中文网版权所有，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雪中悍刀行》第五百四十五回，徐凤年或者说北凉的大难临头，从徐骁封王就翻北凉后，就一天都没变过，是虎视眈眈的北莽。只要能灭掉北凉，绕过顾建堂坐镇的东线边关，那么高于之地的中原就是任人宰割的娘们那北莽这个饥渴难耐的汉子，如何能不拼死冲击北凉呢？ 以前在师傅和李玉山的谋划下，北凉虽然不存在守还是不守的问题，但如何守是活守，依旧有着足够让北凉铁骑辗转腾挪的余地。可果前流民一同退至西域，也可退守西蜀，以南诏作为支撑，足够跟北莽大军死磕到底。 北莽即便打下了战事不利后主动撤兵的北凉，那也是一座坚壁清野的孤地，反而拉升了北莽大军的补给线。北凉可以在西蜀边境继续跟北莽对峙，甚至可以在广袤千里的西域骚扰战线过长的北莽。但是因为陈芝报封王入蜀的缘故，把北凉、西蜀、南诏这一整条纵向的西线给拦腰斩断了。如此一来呀、啊。 徐凤年和北凉就没有了战略纵深，只有死守。徐凤年内心深处有些不可与人言的愧疚，谈不上愧对北凉百姓，仅仅是觉得自己呀、啊、愧对李义山。北凉军内部对于北莽王庭的后院起火表现的太过乐观，徐凤年不认为这能牵制多少北莽压境大军的战力。 有“利”字当头，那就是大势所趋呀、啊。那老妇人只要恩威并济，一手是拓跋菩萨的大军压阵，一手是入主中原允诺的封侯封爵，真正做到众志成城,城，举国南下，时间呢不会太久。随邪谷百岁高龄，大江南北、天涯海角都走过，帝王将相、贩夫走卒也都看过。 事情事物已经很难勾起这位独臂老人的感触，他在愣愣出神的徐凤年身边实在是有些无聊，他随口问道：“老夫年轻那会儿啊，就不懂那些将领士卒怎么就喜欢打仗，真是不怕死吗？春秋战事还好理解，乱世人不如太平犬嘛，命如草芥不值钱。” 那是被逼的，人人不把命当命。如今北凉也算是成平已久，真能挡得住北莽百万大军？徐凤年平静的说：“很简单的道理啊，为国舍家，为家舍身，没谁不怕死，只是每个人心里啊都有一本账。” 我们北凉铁骑的悍不畏死，除了北凉人生性勇烈之外，还有的那就是更多人都心知肚明，他们呢没有退路可言，家就在北凉，他们一退，边军一散，北蛮子铁蹄南下，他们哪怕是逃出北凉，两条腿也跑不过北莽战马的四条腿啊！隋邪谷撇了撇嘴，他讥讽道：“你们当官的呀！” 就没一个是好东西。徐凤年一笑：“我不也是没退路吗？”随血骨一翻白眼儿：“就你这身手，要真是想杀人呢，怎的不单枪匹马去龙窑州杀他个七进七出？难不成拓跋婆子和洪景炎那几个还能天天跟在你屁股后头盯着？”徐凤年淡然说：“我是能这么杀。” 可北马五平上的人物也能这般杀回来，两国交战，这样的举动不能说毫无意义，可真的是意义不大。当然呢，如果有一天北凉已经守不住西北大门的话，我肯定会这么做。随邪谷还要说话，只听谭台平静冷哼一声，长眉飘摇的吃剑老怪物立即闭上嘴巴。就在此时啊，远处扬起了一阵尘土。 看路线是要长驱南下，大概是看到了小沙坡上的兔三季，这些骑术精湛的家伙直奔山坡而来，但是没有轻举妄动，而是在坡底下五十丈停马不前，与坡顶的徐凤年三人两两相望。这是一彪北莽精锐斥候，看甲胄衣饰啊，不是与北凉游弩手齐名的乌鸦篮子，应该是南朝大将军柳圭的嫡系先锋。 柳归曾被北莽女帝赞誉为可当半个徐骁，原本是有望接替黄宋仆成为南苑大王的人选之一，只是给那老妇人嘴里的董胖墩儿捷足先登了而已。身为斥候啊，不论是北莽还是北凉，都最讲究规矩，除非是同行之间的狭路相逢，否则不泄露行踪前提下的收集军情是第一要务。不过。 能随手摘掉几个敌方头颅的话，想必谁都不会拒绝。这一彪探子中冲出一记，在百步外弯弓搭箭，准头极好，直刺坡上三骑居中的徐凤年头颅。这蛮子大概是想确定这三骑的实力，不好惹，大不了就后撤。是绣花枕头，那就杀人夺马。如今梁莽两军对垒。 最早开始互换性命的肯定是斥候。徐凤年撇过头躲掉这支箭矢，那彪探子很快就拨转马头退去。随血骨瞪大眼睛问：“松上嘴的肉也不吃，蚊子肉不是肉啊？”徐凤年摇摇头，自然会有顶尖北凉游奴手的暗中盯梢。现在北莽的骚扰看上去莫名其妙。 我这边为了获得北莽准确动机，已经付出了无法估量的损失。这些北莽探子的行军路线呢，那就成了最宝贵的蛛丝马迹。至于谁才是真正的鱼饵，就看双方的实力和运气了。随邪谷大大咧咧的骂了一句：“问问橙子，真是不爽利。徐凤年一笑。 难道要他北莽百万大军乖乖的囤积一处，然后跟我们三十万铁骑来个一次性的厮杀就是爽利了？随邪谷反问：“你省事他省事接皆欢喜，谁输啊？谁滚蛋？还想咋的？”徐凤年忍不住笑了笑。北蛮子倒是很希望北凉这么做。说实话，我也挺想。老剑客的说法听上去很外行，很荒唐。 但如果梁莽真能这么果决，不留余地，还真是皆大欢喜了。北莽有希望一口吃掉南下路途的拦路虎，而北梁也不是没有希望一举击溃北莽大军。北莽的优势很明显，人数占绝对优势，但是北梁的优势在于啊，北莽大军暂时性的群龙无首。董卓虽然已经是名义上的大军统帅，可是他呀，除了麾下十余万的董家军。 洪敬言的柔然铁骑、龙腰孤塞州的戍军、柳归杨元赞在内的几位大将军的亲军，他这个南苑大王可以调动，但绝对无法做到如臂指使。而北凉不一样，楚禄山和元左宗可以做到对北凉军的绝对掌控，在一战定胜负的对峙之中啊，这就是北凉的机会所在。 只不过这种拿两个王朝国作下赌注的意气之争，对双方而言都太过奢侈了。徐凤年看着那些北莽斥候北撤，他轻声问：“半个徐骁，哼，不管这场大仗谁输谁赢，你柳归的四万人肯定会死绝了。”一旁的谭台平静终于开口问话了：“接下来怎么说？是去都护府？” 还是继续北上。去瞧一瞧北莽百万大军。徐凤年纵马下坡，往北疾驰。只能跟在后头的随邪谷纷纷道：“你小子不是才说这种行径毫无意义吗？”徐凤年他笑眯着眼，转头望向高大女子，装傻问道：“澹台前辈，我有说过吗？”澹台平静，面无表情。 没有，随邪谷欲言又止，憋得那叫一个难受。徐凤年自顾自哼起了一支小曲儿：“大王叫我来巡山，巡完北山巡南山，巡了东山杀路人，巡了西山看日头。我家大王三头六臂，搂了我，抢了小娘，扛在背。” 可怜到嘴肥肉不下咽，何时才能翻身做大王啊？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雪中汉刀行》，纵横中文网版权所有，喜马拉雅荣誉出品。黎阳王朝有两个异类，一个是徐骁，哪怕封疆列土做了异姓王，麾下将卒还是喜欢尊称他为大将军。 再有一个就是顾建堂，虽然没有封王就藩，可担任兵部尚书这十多年期间呢，武将对其私下敬称也还是大将军居多。如今呢，成了黎阳唯一头顶超一品勋位的大柱国，在两辽边关仍是被称为大将军。春秋战事落幕后啊。 论功行赏，相比徐骁战力逊色一筹，但是年纪更小的顾建堂无疑更受黎阳旧派勋贵和王朝新贵的喜欢。等到这位徐骁死后，当之无愧成为黎阳军界第一人的大佬，离开京城，执掌整个北地军政。不论是顾建堂本身手握的权柄，还是在黎阳朝野的口碑风评，都直线上升。 再迟钝的金官也晓得，远未到被人冠以“年迈老臣”这个说法的顾建堂大将军成为三朝砥柱，仅是时间问题罢了。因为别忘了，顾建堂还是一位跻身武平的高手啊！以他的雄浑体魄和旺盛精力，再撑个二三十年实在是太轻松了。所以，边将受度的说法在顾建堂这儿绝对不适用。 在顾建堂入主两辽后的整顿完善下，加上二十年间吃掉无数军饷银子的黎阳王朝东线，被誉为固若金汤。两辽边军无一不对顾建堂马首是瞻。尤其是顾大将军在辞任兵部尚书之前呢、啊，泰安城对形同无底洞的两辽军饷还偶有异议。在顾建堂离京北上后。 虽说没了主心骨的顾卢开始逐渐分崩离析，但是朝廷对两辽东线的支持却越来越不遗余力。边关将士的战功封赏，原先朝廷还会扭扭捏捏，能拖就拖，能减就减，现在开始啊，畅通无阻，而且不打折扣。有这么一位主帅，两辽边军的风貌焕然一新，凝聚出罕见的军心。 甚至私下有小道消息流传，说顾大将军说不定还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既然你徐骁是大将军，他是啊，徐骁做过大柱国，他也是了。那么徐骁是异姓王，他顾建堂又有何不可呀？天下谁人不知，朝廷对北凉处处提防，对顾大将军却是素来信任有加。东线士气高涨。 尤其是北蛮子竟然明目张胆分兵压境后，两辽将领几乎人人都去过主帅军帐内去请战。既然北蛮子都打定主意了，是欺软怕硬的先打北梁，还敢用这二三十万这么点兵力跟咱们叫板？够咱们东线边军塞牙缝了吗？可不管是春秋战事中就已经跟随顾建堂的嫡系旧部，还是一直在两辽稳步打拼升迁的顾卢外人，都没能让大将军点头。 到了后来呀、啊，甚至很多将领都被不厌其烦的大将军直接冷着脸轰出大帐。即将入冬，两辽寒风凛冽，凉意已是透骨。在通往一座树堡的官道上，为首一骑的男子披了件略显老旧的名贵狐裘，狐裘下是披挂多年依旧鲜亮如新的铁甲，身后则是两百弓马熟鞍的精锐轻骑。 男子啊，已经不再年轻，两鬓霜色。可一眼看去，在他身上绝对不会流露出丝毫的疲态木气，甚至还能够清晰的辨认出他那种充满坚硬棱角的铁血气质。很难想象啊，这么一个年近五十的男人，而且还是一个做了十多年金官的男人，至今都不曾被官场磨去一丝一毫的锐气。 恰恰相反，那长达十几年的蛰伏，如同十数年如一日的磨刀，越磨这柄刀反而越锋利。须知他身上那件旧球啊，意义非凡。当年赵氏定鼎天下，黎阳先帝按功论赏，那文官武将啊，升官发财赏赏、赏赐府邸的不计其数，但是被先帝御赐狐裘之人。 那只有屈指可数的三位，当时文官中获此殊荣的，仅有黎阳历史上最年轻的首辅毕尔张巨鹿。为赵家一刀一枪打下天下的武将，那就只有徐骁和他了。他在将福刀南华赠给那名有趣的年轻人后啊，如今都只悬配一柄最普通的边军战刀，但没人敢否认他是当世刀法第一高手。 不同于江湖上那波顶尖剑士的各领风骚，天下用刀之人，哪怕被冠以宗师称呼的刀法大家，似乎都比此人差了十万八千里。难怪武平有言：“世间刀艺，他独占半壁江山。”有一支风尘仆仆的骑队从西面小径插入官路。 男子身后，两名容貌俏似的年轻教尉，一人微微皱眉，一个更年轻些的呀，会心一笑。称作两辽，也就那丫头和那疯子敢这么拦路，没办法，谁让他们一个是自家老子最心疼的闺女，一个是半子半婿的人物啊！这两位边关实权教尉，可不是来两辽镀金的京城世家子弟。 他们能够有今天的官位兵权，那都是靠着在战场上死人堆里边摸爬滚打攒出来的军功。顾东海、顾西山都是黎阳王朝最有家世的将种子弟，没有之一。但是这两名年轻人呢，当年都是从一名普通士卒做起，在济公晋升为都尉后啊，甚至连他们的顶头上司还不知道他们的真实身份。 直到他们成为独掌一方兵士的教尉，得以跻身两辽高层将领的视线。他们那会儿啊，还是作为兵部尚书儿子的身份，才被熟安京城官场作为的将领们认出来，这才水落石出。其对一男一女，自然而然与顾东海、顾青山并驾齐驱，毫不生分。顾青山很不客气的对那家伙说：“元疯子，空手来的？” 你小子这么不讲究，就不怕我这个未来大舅子也跟你不讲究？被称呼为“元疯子”的年轻刀客咧嘴一笑，露出了一嘴寒意森森的雪白牙齿，朝身边的女子摆了摆下巴：“还讲究个屁呀！你妹子这回啊，差点一把火烧了冀州燕宝。顾锡山呐，你家卖醋的吧？这么大一醋坛子啊！” 他这么一闹啊，整个两辽都闻着醋味了。那女子笑着也不说话。顾西山闻言哈哈大笑：“你就知足吧！换做任何一个人，胆敢这么做，男的那玩意儿还不得被淹了下酒？别说是燕宝的女子，就是公主、郡主，他也能上去说扇就扇他两耳光。这次他在燕宝啊，不过是给人脸色看。” 你小子、啊、烧高香去吧！腰间佩刀，正是天下第一名刀南华刀的年轻人，正想说话，不过眼角余光瞥见前头的高大男子背影，还是作罢。他再没心没肺、雄心豹子胆，也不敢当着这个老丈人的面说自己未过门的媳妇的不是啊！顾西山一瞪眼：“袁庭山，你真是空手来的？” 如今已是将大半冀北势力收入囊中的年轻人笑道：“刚砍下来六百多颗北蛮子的脑袋，你要啊？那回头让人烧给你。”顾西山有些艳羡，他低声问：“袁庭山，要不我跟你去冀州？咱们这边啊，都多少年了，还是没仗可打。你那边好像生意红火的很啊我去给你当个都尉都成。” 在两辽和冀州都炙手可热的袁廷山不屑道：“都尉，甭想了，马夫干不干？”顾西山骂骂咧咧，顾东海一笑置之。对袁廷山这个板上钉钉的妹夫，他一向是和和气气，从没有摆什么名将之后的大架子，更没有流露出半点顶尖勋贵子弟轻视低贱江湖草莽的眼神 相反呢，这次燕宝认袁庭山这个女婿，还是他亲自牵线搭桥的。否则，燕宝再如何是冀州的豪强，也不敢不知死活的跟他们顾家掰腕子。虽说他们爹没有口头承认袁庭山是他的义子或者女婿，但是两次进京都带上了袁庭山，就足以跟京城和两辽说明一切了。顾建堂突然喊了一声：“袁庭山。” 后者赶忙拍马跟上，那兄妹三人都有意识的放缓马蹄。顾建堂平淡的说：“你递了一份折子去泰安城。”袁庭山嘴唇死死抿起，没有解释什么。顾建堂依旧语气不带一丝情感波动：“东湖嫁给你以后，就不是顾家人了。” 袁庭山如遭雷击，但依旧不愿低头。他沉声道：“大将军，你放心，我养得起他。”顾建堂嘴角似乎泛起一个冷笑。袁庭山勒住缰绳，猛然停马。除了打定主意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顾北湖，也跟着停下。一头雾水的顾东海、顾西山都跟随着顾建堂继续前往那座树堡。 顾北湖小心翼翼的问：“怎么了？你惹我爹不高兴了？”袁庭山呲牙咧嘴，很头疼的模样。他带来的那波骑卒啊，也识趣的停在路边。袁庭山揉了揉下巴：“你爹呀，真有意思。明明是最想吃掉那二十几万北莽大军的人，偏偏就是要做一尊石佛。我那份折子递出去后，对你爹百利而无一害。” 你爹还是不答应，老子就想不通了。当这个大主国有啥的滋味顾北湖震惊道：“你那折子不是跟兵部请功的？”袁庭山歪头吐了一口唾沫：“几百颗蛮子脑袋算个屁的军功啊！说出去老子都觉得寒碜。老子要做也是做大买卖，这回呀、啊，嘿，帮着赵家皇帝杀一个人。” 他一颗脑袋呀，就值得上北蛮子几十万。顾北湖愕然，顾建堂回头看了眼南方，眼神复杂晦暗。